我们走。海破海骨族，不急，打节奏一躲他飞快就行了。只要血量是优势，那就不难打。可恶，上来就扎我一下。 点心，但是怎么跟他学了？他是不是点了固定生命值呀？八百一的血，感觉点了固定生命值。躲位躲一下，躲 Q 再 AW， 这两级看两级消耗他。今天连闪现都不带，这是哥们儿。 不带闪现你很膨胀呀！看那两局学什么技能。我准备好了。哎，他有 TP， 这个星星拿直接走了。 那我们逼了出来，可以跟他打，就赚了。让他的 TP 打不出效果来就行了，走了。然后正常，学3D W 啊，因为E的话不好移动他。3D W， 伤害，有点遭坑了，我这波，逼了，不逼完不了了，不逼他踢出来我又炸了。 我操，兄弟啊！我的伙伴，派克，很关键，这一波击杀，走走走，很关键，好像被卡线了，等他，你没把你卡住，走了走了。走了走。 还行，等一下烦我的这个野怪了。我操，他这个真木者挺猛的呀。 我感觉，不招他射大飞镖肯定要嘎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你这一波，他肯定要亏先6级，说实话。 吓我一跳，兄弟们！我操！妈的，这个我要一还没一起来，把这种面板摁出来了。我操，这虚空女花闪现出来吓我一跳！我恐怖游戏啊！我真是服了。嗯，难受。 就到你前面去了，被他吓死了！我操！我现在电脑都晃了一下。
这个六级我去游一下吧，你还敢熬我呀，来杀我算你有本事，可恶的家伙。 还是得买巫妖，可能退兵了。89这里，可能征服者的街比剑灵的难打一点啊，征服者的街有点肉。 追一手，盲仔！哎呀，我操！我跟他一起走过去 A 他也行。我操！你不能 Q 举手吧，盲僧？我 Q 举手空了很难办呀。 还是得掉。大鲨鱼正在挑战他的猎。嗯，这人助神应该吃不到了。 当心一点，能走的话就最好了。先走一下，我这波逼了买个电机。
就和游泳一样。别给他啊！伤害差很多呀，我感觉不够，这不挂点亮也是不够。我怎么感觉鱼的伤害这么低？我这波应该是最大的鱼好像，但是打不死。有个乙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我技能全中了呀，我感觉也不能怪我呀，说实话，没空技能的他们派克来抓。尽力了，我技能都中了，伤害有点低，我还是那个还是最远的啊，还是最远的啊了，这不没空，一个技能都没空啊，主要是这是我的机会，带走。Shut down. 想看戏法吗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不是，你不是。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，各位？派克那一波来，我的 REWQ 都中了，但是伤害不够，那能没有办法啊？我觉得，鱼人 QW 加强一点就好了。只能这个现状了呀，关键是，你要说咱们要是空个技能没打过，那就算了。但是主要是一个技能没有空啊。那都杀不掉，还可得追。康塔，哎，机会，这就是机会。这就是机会啊，赶紧把操作做出来，我们拿了两个头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
应该需要把沙漏做出来，这一把对面阿卡丽不肥，有点菜刀的。阿凯如果在上路，我应该能杀他，感觉是能杀他的。哦，杀了这个塔。OK， 慢慢来，已经不难了，有这个发育。我吞他一手的话，能不能到吗？感觉可以蹲一手了，我觉得是有机会蹲到。耐心 ，OK。包杀你了，哥们！不掉闪就偏向跑，反正。我队友呢？加油加油，他们也没什么人了，阿肯定没闪，拿这个杀辅助，哎，我死了，他们死了两三个，还行，翻盘了，真的翻盘了。我们一开始是逆风的，真的。他们从中路二打这里开始冲了一波，感觉翻了。有眼。看一下吗？哟，你还蹲起我来了，哥们，你还蹲起来了，烫不死，我烫死吧，可以，开杀喽，兄弟们，能不能别卖我？你来踩一下，我们人呢？来来来，来来来 ，nice， 开始，没，把我们的作用打出来，我想一下，来说吧。买这个吧，我要给他们一个世界，什么叫孩子，现在沙漏是离很久了，我们得小心一点。先过来砍吧，好帅好帅！哎，大龙，直接石成书。
不要了，小能是有的要钱，小能他们也拿不了。再带两波剑，这把应该打不了第四条龙了。那下一波我们出来，可能就直接把对面给一波了。第四条龙很难打得到。再下塔吧，快十六级了。大招清兵。敢过来吗？我帮你补点伤害，开杀喽！这 E 起来，我也有个 E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没撞他吧？没一手，没一手再来推 ，OK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。今天教学肯定要连胜了呀！已经四连胜了，打了大四局。我准备好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上路这个线可以带，了解一下。哎，算了，一个人就别浪了，一个人过去有点危险。哼，自己要追我吗？看啥？我上路一波。阿泽利啊，来两个 ，OK， 带走。闪！我操！带走！带跟谁作对，哲理？